OK， 依家首先放个加速玉碎喺呢度，再放两个炸印，再打爆个屋企先，再放个足球员六点钟、八点钟、九点钟，再炸弹炸入去，然之后等嗰啲足球员死晒、炸印死晒先放滤网。现在放雷王，越放越放，要咧天使打，再放加速，再放毒药水，毒死佢哋。跟住呢度就放王king啊，九点钟再放嗰、那个，再放冰出嚟嗰、那个，再放渣铲嘅，再放个猪，再放呢个冰，全部放晒去。放老嘢，放嗰个杀鸡，加速药水掉落去，跟住再老嘢揿招啊，跟住再放加血补血，再冰封佢嘅脚，个原病咯嗰度都要，跟住就再等佢隐形嗰度放错咗，其实跟住再掉个冰封佢。业务以外都是打晒的了，三星。OK， 我搞定。